咱家公司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替你守住的。爸妈虽然走了，但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你可是个名人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肯定对你影响不好。你不是结婚了吗？肯定不想让你老公知道吧？我们发生了什么？真想不起来了，断片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这件事儿我一定会保密的，我发誓。接电话呀！接电话呀，刘月。老公，你说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。我认为是坦诚。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，但一定要对对方坦诚。这么说你是允许我犯错了？你敢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天天勾三搭四的，在外面浪是不是？啊！这我们老王家倒什么霉了？啊！娶了你这么个烂货！哎，大娘，您别生气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，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我市著名企业家顾炎的前海贸易公司今天成功上市。你昨天干嘛去了？打电话也不接。正式开工建设。老公，我遇到件事需要你的帮助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是前电视台主持人，著名主播梁静，经晨被发现与一名年轻男子在酒店开房。梁静的丈夫王海是本市著名企业家。老公，这是什么呀？你听我讲。姐夫，你冷静点，你不能打人呀！他给我戴绿帽子。这事儿是误会了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妈，你干嘛？干什么？给你洗洗呀，别把脏东西给我带回来了。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烂货？你给我滚！王海这个王八蛋，他竟然敢动手打你，他敢跟你提离婚，还让你净身出户，他凭什么呀？他的一切都是你给他的，要不是你把你父母的遗产拿给他来做创业，他现在就是个穷小子。怎么的？他当了几天老板，找不着北了呀？他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疯了吧他？我是前电视台主持人，著名主播梁静，经晨被发现与一名年轻男子在酒店开房。梁静的丈夫王海是本市著名企业家。没想到昨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我是今天早上才看到新闻的，亲，都是我不对。昨天要不是我喝醉了睡着了，就根本不会出这样的事儿。都是我不对，都怪我。行了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？该发生的早已经都发生了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刘鑫在美国是学 IT 的，他一定能帮到你。你别急，我现在就让他回来。接电话，接电话，接我电话，接我电话。喂，你是不是又睡觉呢？你快点，现在立刻帮我查几个 IP， 快！
仔细回想一下，确定那晚没和六人发生关系。那这视频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在陷害我。问，想问什么？我说，想知道什么，全部都交代。关于前天在酒吧跟梁静喝完酒的所有事情，说一说吧。王叔，我给他下的药，你能不能先放了我？我全都交代，我带他去的酒店，能不能先放我出来？我求求你们了。你最好抓点紧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是姐姐，我给他录了视频，我什么也没干，只是摆拍。人家是个名人，我哪敢啊？我也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人让我干这事儿，给我了很多钱，我真的没干啊。怎么能证明你说的话？我手机有视频，你看，你全都知道了。到底是谁指使你干的？是网上一个人出钱让我干的，我真不认识他，我只知道他的微信名叫复仇者。你的手机我买了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静。哎，刘星。呀，静姐。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雇人下药，上传视频，用的都是同一个 IP， 这个 IP 的物理地址是静姐家。静姐，我很担心你，我得回去保护你。我没事，刘星。行了行了，只有我呢，你好好待着吧。挂了啊。是不是王海？知道，但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梁静，谢谢你让我走进了你的生命，做你的爱人。我不富有，但我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来给人看，你是有多不要脸？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！不动是吧？我打你！妈，妈，干什么呀？之前是我误会他了，以后能不能不再无理取闹？你真行啊，叫醒起你妈来了！切，烂货，不要脸！呸！要不然。报警吧。报警，姐夫，你考虑清楚啊。我不能让静静白白的受委屈。是我错了，那天我不该那样。我只是当时看到那个视频，我。可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你能理解吗？你能原谅我吗？能原谅我吗？谢谢。